打台球必学的五个高杆走位线路。青铜，脚角度高杆吃一库，走位贴库黑球。白银，中带反角度高杆三库上黑球。黄金，带口球高杆刹车反向叫黑球。钻石，超近距离强烈高杆吃三库叫位黑球。王者，远距离私登高杆强烈右塞三库叫黑球。点赞收藏，多看几遍。下课。